体育消息，台湾唯一一支加入东南亚国协篮球联赛，简称 ABL 的报道梦想家篮球队，顶个月哦，刚甲中华县政府签约，要以咱中华为主场，促成这项合作关系。正是这中华县议会议长谢展林，这支球队我嘛利用来中华训练的机会，专工前往中华县议会，同时致敬球三号谢展林。那为什么是零号？一开始我们也在想说，河北竟然是控和虽然经济管受特别的跟我讲一句话，因为谢点零哦，我就懂了。所以后面这个，我们就特别做了我们的零号球员。因为本身真介意篮球运动，也希望将这项运动风气带到中部地区。谢展林是甲台湾唯一一支加入东南亚国协篮球联赛球队，带来中华。以中华为主场，好，都是重北轻南的。那这个是纯职业化的路线哦，他们是要来等于经营彰化这个主场的。那再来，现在我们这个联盟也是要往东南亚发展的，跟现在国家的一个走向是蛮符合的。那我对于篮球本来就有他的，我有我自己的喜爱啦，所以自从跟篮球结缘以后，就是跟篮协。跟他们跟这些好朋友结缘以后，那我就尽力来推动了。球队总经理也讲，后个月特别出国去参加东南亚国协篮球联赛。十二月份，其他队伍也来台湾比赛，第一场将会来中华主场。彰化，我们之前在彰化办了一个经典传承赛，那票房其实是秒杀的，所以说我们对于在彰化的这些经营，我们是很有信心。那再加上就是说，我们希望有一个真的热爱这个篮球项目的地方的长官。由团总经理强调，过去彰化办过几落届大型的篮球盛事，拢吸引真侪真热情的球迷，也希望借着篮球比赛来带动彰化观光，观众来彰化看比赛，也当来彰化佚佗。中华新闻，张世良，中华采访报道。